你们怎么了？没有累吗？我很累，你可以跟吗？我们都很累，气球高快到了。对，你呢？看起来很累啊。对，我也很累。我还好。看起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有很多考试的问题，就是我快要死了。哦，完了，辛苦了，辛苦。我们都有很多问题，没问题，不是几个人。啊，我不要说开考试的事情。啊，算了，是方美，为什么你那么好？哎，今天没有啊，是饼干的。真的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好漂亮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不是，我们都知道。你们知道什么？请告诉我的是，我还没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啊，你不知道他有台湾男朋友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是英国。英国？真的？英国？对啊。为什么他好像台湾人？他真的好像台湾人？没有啊。真的？啊，也是我学习别人。啊。你怎么认识他？告诉我们。啊，我会告诉你啊。这特别的故事，你们要听吗？对，当然。说快一点，说快一点，告诉我们。我现在要说。哦，我真的喜欢说那个故事啊。有一天。我在公车上遇到一个男人，他非常帅，而且他很高。我看着他不停，但是我不想做他的眼神。公车上有很多人，但是他居然来坐我的旁边，我变得很紧张。我的心脏跳得很快，他说就跟我讲话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我很紧张啊。但是我越来越有一点勇敢。他问我从哪里来，但是我还是很紧张，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。啊，越来越好。我们谈一谈，我们越说，我越发现他是英国人，而且他也在台湾读书。我们越说，我越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喜欢，比方说，他喜欢唱歌，我也喜欢唱歌。所以，原来我真的喜欢他，而且记得他很帅，而且他很高。I think I'm in love。然后快下车的时候，他给我他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我们开始约会。很浪漫，没有啊。你有那么好的故事，我的真的是很麻烦的故事。很麻烦的，为什么？啊、因为我记得我去交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开始，我跟别人开始打架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给我们听那个故事啊。好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 okay. 我给你听。那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我的故事是在高中我交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交女朋友的时候，男生觉得。为什么那个男生要说话给我们的女朋友？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觉得打我，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我是帅哥，所以他们要来打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打他。当我打他们的时候，老师看到我们，老师看到带我们一个地方要跟我们说话。我们说、啊、老师觉得为什么你要打他？因为这时我是真的很年轻的人，我看起来没做坏事，老师都很喜欢我，所以老师不请我的妈妈来，可是老师请
别的学生的妈妈来。别的学生的妈妈来的时候，当这些学生开始哭，他们哭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们要打我，问我现在你们要哭，为什么？”然后我就开始笑他们。然后以后，我碰到我的第一次的女朋友，因为她看到我打，她说：“啊，真的是帅哥。”所以我们一起去协会。对，这个特别的故事啊，他不跑，他管我。哦。但是他们觉得我很小，这样子不行，不要打架。我要给你们听一个故事，可是那个故事有一点复杂，你们要听吗？当然要听。复杂，我要知道为什么复杂。好。以前 Lonely, I'm Mr. Lonely,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. 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觉得他很漂亮。其实我在我看到的人，就是最漂亮的女生。我有害羞的人，但是我害羞，我还要跟他说话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漂亮。所以，可是我在那时候我在夜市里面，所以有很多人，所以我坐落在他的旁边，跟他说：“您好。”你今天怎么样？他说他非常忙，所以要是我要跟他说话，我要说快一点。我觉得很紧张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。可是没问题，我再说一次。所以我跟他说你在忙什么。他说他的故事是这样，每天是一样的问题，只是时间不过，可是他要做的事太多。所以我跟他说，要是他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帮他。可是他说以前别人也试试看，可是真的没办法。那时候他说他要离开，因为时间真的不够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他给我可能我不是一个人的感觉，就是我是一个东西。所以我的心碎了。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他的问题，因为他有忙，然后可能他的那天过得不太好，所以对，这是很难过的故事。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最漂亮的女生。马汉达说到夜市，让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台湾的夜市。啊，你最喜欢的夜市是哪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们啊。好吧。以前我来台湾，我没听过夜市。我搬到台湾，看到每个地方有夜市，所以我请我的朋友陪我去士林夜市给我介绍。士林的气象很热闹，我在士林看到路上有很多人在逛逛，卖东西，吃东西，给我了解台湾的文化。
台湾的文化很奇怪，我在西林发现地方有臭味，我的朋友告诉我是他们有名的小吃臭豆腐，他们在做 的时候因为特别的味料给一个臭的。算了，你如果你在观光在西林看到也西林也是有很多衣服他人在卖衣服，你可以买电子学。我的意思是你在观光西林啊，台湾的夜市对你很方便。等一下，你跟那个英国人认识的时候，不是你们坐公车去那个夜市吗？不是啊，那个不是我告诉你是他请我去你的夜市吃饭。了解了解。你扎人的时候不是夜市的旁边吗？是教育的，不是不带劲，可是该教育的是西方说的，因为在那个高中你也是不带劲。然后你那时候你不是穿很辣的衣服吗？不记得啊，很饿。可是你我刚刚说的那个女生好像你啊，所以怎么可能是她？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她。那时候你有罪吗？你不觉得他时间过了？我们都是很久很久以前。我是老人，我的脑子有问题，所以应该可能吧。啊，他喜欢你啊！